O 型腿实际上就是膝内翻，对吧？是指双腿自然伸直或站立时，双足跟双足掌并拢，双脚踝能相碰而双膝不能靠拢为主要表现的畸形疾病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让孩子站起来评估一下，看膝关节和踝关节能不能够同时并起来。看到 O 型腿，大部分人会觉得腿有点不直，有点弯，是吗？没看出来，一会儿我去看看去。你不用看了，这是遗传，跟你一样。拉倒吧，怎么整个罗圈腿还遗传呢？再说了，就算遗传，这事儿非得怨你啊。怨我干啥？怨我没找到腿直溜的老公？我这腿咋弯的你不知道啊？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洗衣板跪。